各位老铁大家好，这次我带各位呢来到了充满埃及风的拉斯维加斯卢克索酒店啊。这座酒店呢外观看起来是一座金字塔，门口呢是一座狮身人面像，我们可以从侧面走上去，上去之后是一个平台，一面呢是轻轨站，另一侧是酒店的入口，可以说它的设计是非常的独特的。好啊，今天的卢克索酒店门口呢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谢谢观看，下次继续更新。